做点东西的那个老李，他那个唱的电安，那个那个叫李安，李打雷的李安，就是口诀啊，口诀。九组啊，九组。哦，好用心啊，这样设计就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介绍，介绍文字。这样卷动那个字就可以看得到。电唱雷安也有跳，啊，电安电安也有跳，雷安打雷的雷，闪电的电，电安或者是雷安推，就是口诀口诀，那周前人讲解说提到的口诀，得道得三宝，观觉运那个口诀。Thank you.
无全弦二二二出现。Thank you.
新年快乐，健康，新年快乐，健康就无问题。好，年年好，年年好，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六十四代到达祖先了，走起，走起！旁边在看你，哎呀呀，那看着你。
十四代祖师第六十三代金公主生入住。那六十四代有祖师尊张天南师父师母三位师父师母。半截道，半截道。
你半球上，半球上，半球上，你先后半球上，半球上啊，后后后，出去用再出去用。优秀优秀，哈哈，哦，哦，优秀优秀，优秀优秀，哈，哦，好低啊，哦，好诶，好用心哦，好用心准备，哈哈，哦，哦。金刚经啊，看看那心经啊，金刚经，哦，金刚经，经文这么用心，写这么多，那么多的经文，金刚经的经文，哦，很用心，写成这么多。先准备啊，要用心准备。怕会听，怕会听，哦，还要先准备。喝咖啡，喝咖啡。
是前人周前人，现在的目前人是洪武前人。阿古丹也忠孝仁爱，尽力而去。还有老公老婆照片没有放出什么，还有人呢，还有外婆，国外看的，清新好休息哈，存钱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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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艺术大和尚，艺术大和尚，抱歉抱歉，存钱人。目前呢，现在已经是前人了，前人，前人，还有另外还有后前人，后前人，后前人，对，民国九十年代了，九十一年到成天了，现在112年了，112月22号，农历大年初一，大年初一，烈士代。六十四代祖师，那个刚刚拍那个圣训。六十四代祖师向最后一次，老老前人恩情仇，老老前人师仇，仁德帝君，仁德帝君，五大师兄，老老前人五大师兄，向师母，五大师兄，那六十九位。我好像要拍哪里又忘记了，祖师像还没有拍完。六十四代祖师像，向中央历史三代部统一祖师金公主。
的主持，然后右边东边的张天南师，左边的孙慧女师，第十六、十四代师尊师母。
主，相忏啊，不不，三主是相忏，二者是会客，会客主师，二是神光主师，又叫会客，智慧会可以的客，会客主师，就是所谓的神光主师，神光神光。中国禅宗二祖会客会客主师，就是神光主师，又名神光主师。会客，会是智慧的会，可以客，会客主师就是神光主师，可以网络搜寻的会客，智慧的会，可以的客。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师神光祖师，禅是三禅，三禅祖师，还有叫普安呢，普安祖师啊，普安祖师啊，那是禅宗第三代祖师啊，普安祖师，普安祖师啊，禅是三禅啊，祖师三禅祖师。湖北省武汉的湖，武汉附近的、武汉附近。是五十六岁啊，忘记了，二十四岁了，传法三十七年，传法在猎人队十四年了，二十四加十四，三十八，他传法三十七年，忘了忘了，可以网络搜索。十四岁告别母亲了、又给母亲安家会，然后要到湖北黄龙东禅寺要拜五祖弘忍大师。这个过程说好像也到潮汐也到，那广
广东北部那个潮州的附近那个潮汐宝林寺啊，那边好像可能有待了两年还是多久，然后再往北到湖北东禅寺，在五祖弘忍大师东禅寺那边说八个月，然后得了祖师的衣钵，然后再又被追杀，又被逃到猎人队，在广东广州附近猎人队。猎人队是在哪里忘记？淮济还是哪里？我忘记。猎人队隐遁十四年，后来才在广州火星寺出来。印光祖师，不是叫什么祖师，忘记了。什么祖师啊？广州火星寺，要讲到洪荒公案。忘记了，什么祖师来拜他呢？然后开始弘法，弘法37年了。这样，是70几年，可以往后再说说啊，有的模糊。有人印象模糊，都在网络搜索。53代祖师有两位，还一张祖师跟马端良。白衣哦，不是智衣啊，这个字写错了。白衣，白衣色的衣服，白衣就是平民了。白衣祖居士，可以网络搜索了。白衣大士，观世音菩萨，这是白衣居士，白色的衣服。马端良。会的就要清楚了。
正法眼藏是藏，读作藏，不是藏哦，是藏。正法眼藏，看看，正法眼藏，正法眼藏，读作藏。原来2023年1月份看到了网络影片 ，YouTube 的影片，道歌善歌，无上殊胜，无上殊胜，有慈莲菩萨，慈保持的慈，受持的持，莲花的莲，慈莲菩萨的圣训里面有讲到正法常远，正法常远，所以念作常，念作常就是正确的。正法眼常，念作常才是对，不是障，不是法眼障，是正法眼常。因为2023年1月，在那个网络 YouTube 影片《道歌善歌》上歌无上殊胜，有慈莲菩萨，慈所拿的慈，保持的慈，莲花的莲，慈莲菩萨的圣训有提到正法常眼，正法常眼常不作常，这是正眼，这就是正眼，正法眼常，不是法眼障。
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字啊？谁真假？谁真假？
Thank you.
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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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哦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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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乾坤很快啊，好，乾坤很快，乾坤很快，乾坤很快，对。献花供奉一次，献花供奉，献花供奉一次啊。哦，恭喜恭喜！哦，供花供花要供花，啊，供花。法有六十四道，祖师现七十真言。南越南道亲，南越南道亲，越南人，越南道亲，越南道亲。哦，越南道亲，越南人来求道，来义和圣道。越南人啊。越南人，越南人啊，哦，越南道歉，供花供花，啊，供花供花啊，祈祷祈祷。
随缘故事，随缘随缘。共花共花，哦，我越南人来共花共花，越南人来共花。啊，嗯哼哼。哦，在聊线啊，在地下室那边。嗯，
来求道，求道。哦，好，黑人人都来求道，哎，红毯拜拜，结善缘，哇，好好好，呵呵呵，哇，哦，哦，哈哈，这样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马讲师优秀，啊，马讲师优秀，哦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哦，怎么这么大了，长这么高了，嘿，真好，真好。Oh, nice to see you. You are very happy and good. Hey, healthy and happy and good. Thank you, thank you. Welcome, welcome. Oh, 小孩子长大了，啊，印度道亲人了，那先生在成功大学，在成功大学，优秀优秀，哦哦，马讲师带来了，啊，印度道亲，啊，印度道亲，印度道亲，印度道亲，浅显的，印度道亲。很炫啊！演传师优秀优秀，啊，挺好，演传师优秀啊，啊，教会拜礼，哦，优秀优秀，奏一几光，来参加去，回要走要参加哦，很多越南，好多越南人呢，越南人，才刚刚还看到印度人，印度人。优秀优秀，嗯。
是先天八卦，乾兑离震，巽坎艮坤，哦，那个顺序走半边，逆时针，乾兑离震右半边顺时针，巽坎艮坤，哦，周文王先天，啊，不稀释先天八卦，周文王的后天八卦哈，是。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还可以在网络搜寻研究。六十四太祖师姓，神明山庄女儿圣堂。大成至圣先师文仙王文仙。至圣先师文仙王，文仙王，言语圣人，曾子宗圣，祖宗的宗，宗圣，
郑华演唱的独奏唱，因为2023年一在 YouTube 影片看到善歌道歌慈莲菩萨慈，是受持的慈，修持的慈，莲花的莲，慈莲菩萨圣圣，有提到郑华常演，郑华常演要名师指点才知道哦，眼睛是灵魂之窗啊，郑华常演，所以郑华演唱应该读作唱，不是藏哦，因为有的法师念作藏，所以现在定正华演唱独奏唱，参考慈莲菩萨，慈莲菩萨的圣训，正法常演，常演嘛，所以正法演唱，到歌唱出来的声音就是正法常演，正法常演，到歌善歌叫做无上殊胜，网络搜寻无上殊胜。歌词里面就有正法常演，所以应该是根据这个正法演唱，所以应该念作唱正法演唱。正法演唱，正法演唱，念作唱啊唱，涅槃妙心实相无相。我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，我会加设正华演唱啊，正华演唱，护众弥护如来。64在道统名师相。从胡须寺一直到那个张天南恩师生师母，70尊祖师的像，还有家释迦牟尼佛像、观世音菩萨像，很庄严，很庄严。神岩山庄一儿圣堂。是拜道统名师像，这个八卦是先天八卦，左半边逆是逆时针，前对离震，右半边顺时针，巽坎艮坤，上乾下坤，天地相对啊，左上边对为震，右下边艮木为伤。正两影，来正威你，正威你，更护我们的是三，更护我们的是三，正两影为你啊，正两影为你，更护我们的是三，我们以中间为准啊，向外看，啊，所以是上巽下坤，离中心，正两影，那。对上缺了，对上缺，左上角那个是对上缺，右上方向一点钟方向呢，巽下坤，巽坎艮坤，艮护我们，以中心中央为中心来看。这是先天八卦，左半边逆时针，前对离震，右半边顺时针，巽坎艮坤，左半边逆时针，前对离震，右半边顺时针，巽坎艮坤。胡须是先天八卦，胡须是先天八卦，胡须是先天八卦，胡须化八卦。道统祖师第一站。
成一起来。气功好好的，好好是真写的墨宝呢。你看毛笔字呢，先好写的墨宝呢，要盖这个立和盛唐字。哦，这初期赠送的呢，诚心啊，诚心啊，有诚心才能盛唐盖的成功啊。这是小篆，小篆。然后是
仙佛，仙佛写的字呢长生，活佛世尊写的字济公，活佛世尊写的字长生，恭请二位，恭请恭请。正中央开始，明明上帝，然后右边算了第二行，无量清虚，左边是倒数第二行，至尊至圣，然后右边第一行，三界十方，最左边万灵真宰，正中央，然后来右边，来左边，然后来右边，然后最左边。明明上帝，无量清虚，至尊至圣，三界十方，万灵真宰，我们佛性的老母亲。佛龛的字是正中央开始，然后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。明明上帝，无量清虚，至尊至圣，三界十方，万灵真宰。然后佛像中正中弥勒祖师像，弥勒佛形象，然后右边观世音菩萨像，也有什么月慧菩萨像，看来好像是观世音菩萨像。左边是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像，弥勒祖师，观世音菩萨还有济公活佛，也有说月慧菩萨、济公活佛。忘记人一行天道，那应该还有个孔子，他愿意放在背后，放在前，孔孟圣道。孔子自上先师为先，孔传心法成至圣，孔传心法成至圣。然后另外一块匾是忘记人意。行天道，孟子的济人意，行天道。佛字一种顶端是什么？你看，在周茂丘顶端之是现在桌前有一个本，有什么？我用毛笔字写《心经》，要修一下。变平原了，临时佛堂。变成平原了。以前临时佛堂，先有临时佛堂，然后盖就这一栋大楼，一而上很大楼。然后你看，中华民国111年底把它整理的，现在112年1月份，1月12号农历大年初一了。你看这个，变成那个平原了，种韩国草。散步一而盛堂，东边的本来是临时佛堂，80年代就成立临时佛堂，然后盖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一而盛堂大楼，91年落成边，现在112年一月，他那可能111年下半年整理的，拆掉那个旧的临时佛堂，80多年建的临时佛堂，然后铺上韩国草，变成平原了。种那个树，蛮薄的，漂亮的。本来是桃花心木，很高的，现在这样子，比较清爽，空旷清爽，可以。散步了哈，打太极拳啊，活动的地方啊，好棒好棒哦！这边就是佛堂。正殿，您算正殿。好美好美。
年初一啊，天气很好，那很多人来拜年了。那六十四代祖师像接佛一世。哦，还有越南，越南人很多，越南人可能来工厂，来台湾找工作，工作了在工厂上班，都来求道来献花供佛。九十一年的义和圣堂落成典礼，好美好美的，这次就是哦，好棒，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哦，可以这么亮。哦，好啊，照顾得这么好啊，好亮好亮，好好看啊。哦，好好看。哦，好棒好棒啊，好亮好亮，好好看啊。好美好美啊，好棒啊，好棒啊。神元山庄义和圣堂。农历大年初一哦。慈心亭弥勒园菲律宾道亲捐款新建的呢，宋堂落成于民国九十一年。和服落书呢，罗马呢，神龟呢，半母图呢，哦，九龙半母图，
扮演他们的龙兄九子各有表现。三月三九日有圣诞，要多少人来帮忙整理呢？还有这么庄严呢？尘归啊，尘归尘归，河图洛书啊，茫茫护身图啊，尘归护书啊。洛书，洛书，背部上有点，那个叫神龟护书，东边那个是龙马护图，那个叫综合图洛书，学易经就知道了，学易经就知道了。龟玄武，老马跟玄武玄龟，跟河图洛书有关。哦，你看，哦，直心自明了，哦，好好，哦，我都没看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哦。优秀优秀啊！哦，这都很美哦，这花也都好美哦，这哇、哦，这花好美好美。要细心的感受那个美好，呵呵呵呵，哎呀，好哦，哇，团圆啊，哇，团圆了，感受美好啊！哦，哦，好棒哦！哦，好棒哦！哦，好棒哦！偏偏的，偏有这个空间呢、啊，好像啊，还有种龙柏呢。以前的桃花心木好高，啊，比较阴暗，现在这样比较亮了、啊。哦，好棒哦，在平原有那种可以散步啊、打圈啊、哦、欣赏啊，舒爽的感觉。哦，这边，那好，看蛇仙界。变临时合同所以就变平原了，哦，好棒好棒，哦，这样变好亮啊，嗯，新纪元啊，上面有神兽呢，哦，你看看那个正中央的字是玄圣道场小篆呢，看到右边玄关，那左边圣域。那最左边三千六百胜四万八千线，这是显圣道场，深渊山庄女儿圣堂。
的地方好好的放着。农历大年初一，举办凡2064拜祖师庙接火仪式。我们在冬天，本来那个旧的临时儿童1980年代成立，他们在111年，去年大概下半年整理掉，变成景仰的共荣国。你看空旷里啊，清爽，你看光线的亮亮。为了林道清捐款新建的圣堂东边的台南艺术大学，更远有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堂吊桥天堂吊桥天堂。掉落怕掉落，我用那个是换了铜锣，还有白河公子，白河大仙寺也是有铜锣的屋顶也是用铜锣的，白河大仙寺用的烧水壶，所以这个铜锣的屋顶很有价值。那东边那个慈心亭那有菲律宾道清捐款新建的。左边沿的有80年代建的临时火塘，建的临时火塘，还没有建这一栋大火塘。现在112年1月20号，农历大年初一，新春团拜64，是代祖师像去七十尊接火仪式。
做点传奇的要有好一本，他练唱的电安，那个又叫雷安，雷打雷的雷安，就是口诀了，口诀。九组哈，九组。哦，好用心啊！这样设计就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介绍，介绍文字。Mm-hmm.